家好，欢迎来到明星面面观。在娱乐圈，成毅以其独特的魅力和幽默感吸引了无数粉丝，而他在片场的表现更是让人捧腹大笑，仿佛总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。成毅的片场生活可以用欢乐二字来形容。想象一下，某个清晨，阳光透过窗帘洒在片场，成毅正伸懒腰，似乎准备迎接新一天的拍摄。然而下一秒，他却迅速转变状态，开始给周围的人打一套拳，犹如一位突然开启斗志的舞者。这样的反差不禁让人捧腹，许多工作人员纷纷调侃他怎么又来了。不仅如此，成毅在片场常常会学起小僵尸的舞步，举箸伞跳几下。尽管这种行为看起来有些莫名其妙，但从他的脸上可以看出他十分享受这个过程，甚至有人不禁感叹他真的是自得其乐。在这样的氛围中，成毅的身影总是充满了活力与欢笑，仿佛他自己都不需要其他的娱乐方式，手机在他眼里根本不算什么。在与成毅的相处中，粉丝们还发现了一个独特的现象，当你试图逗他时，他会用可爱的白眼回应你，这种反应看似调皮，却又透出无辜和亲切，瞬间让你心中的怒火烟消云散。有人调侃道，第一次见人翻白眼这么可爱，真是没谁了。而成毅的奶熊模样更是让人忍不住心软，仿佛他是个无辜的小猫咪，令人倍感亲近。这让人忍不住思考，成毅在片场的乐趣究竟源于何处？他是一位实力派演员，但在镜头外的他却拥有一种独特的幽默感，能够将周围的气氛轻松化。在这样的环境中，工作人员们也不禁感染了他的快乐，整个片场因此变得活力四射。或许成毅的可爱并不仅仅体现在他的外表上，而是他那颗童真的心灵。他对生活的热爱与积极态度，让他即使在忙碌的拍摄中也能保持一份轻松与愉悦。这种乐观的精神不仅令他在圈内备受喜爱，也让粉丝们感受到了一种积极向上的力量。所以若是有一天你在片场遇见成毅，准备好迎接他的各种搞怪吧。不论是懒腰、拳击还是白眼，成毅的每一个瞬间都将成为你美好回忆的一部分。他的生活就像一场精彩的表演，每个细节都充满了欢乐与温暖，令粉丝们倍感幸福。在这个充满压力与挑战的娱乐圈，成毅用他的幽默感和正能量成为了大家心中的哈基米。正如粉丝所说，要是能每天与成毅相处，肯定连手机都不想碰了。这样一个活泼可爱的男孩，真是让人心甘情愿沉浸在他的世界中，享受这份快乐与甜蜜。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中，成毅总能把快乐带给身边的人。他的存在不仅仅是一个演员，更是一个能把生活中的点滴乐趣传递给大家的快乐源泉。这样的成毅怎能不让人心动？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喜欢的点赞、留言、加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。